我妈丢一个草莓给你，丢。再丢一个，丢一个橘子，丢。好，丢苹果哦，丢一个苹果，很大颗哦，丢。好，丢一个，丢了，快点，怎么没有找？这么小，好，那你再画一个安保，我看看。安保在哪里？我看看安保。这个安保。哪一个？这个安保，这个安保小到我都对不到焦哎。那你再画一个爸爸鱼给我看，爸爸的鱼长什么样子？我忘记带了。Oh my god！ 不是啦。那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 现在说他，妈转过来就看不到，妈转过来。这个什么？爸爸又没有理你。证件快照，现在快到还有美机耶，来拍一个好了。好，我要去拍喽。路上看到了一个这个可以拍证件照的机器，然后因为我很久没有拍了，就想过来拍拍看。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你要拍，你要拍啊，你要拍手。好，吹蜡烛，好，吹蜡烛，一二三，吹。你会许愿吗？再一次。哇！好，切蛋糕。哇！两个大头，你看，哦，哎呦！谁先？你要先给谁？你要第一个给谁？给谁？跟妈妈。哦。小米帮我弄好了，我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要帮你吗？哦，请问呕什么？莫罗拉咯。好，那我一起录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哎，我拉不起来，sorry。他要切一下。啊，要切一下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真的好笑哦。变烂了吗？你把咬掉。
你看有个人都几岁了还在带便当。干嘛？偷拍我。哎。回线合起来，等回线。认真拍照中。好熟悉的那个光哦。超熟悉的光。我现在要，哎呦，歪掉。去逛街，然后我要去找雀斑拍影片啦。小米跟梦露哦，我过海关的，吃吗？你真的好能吃哦，你好夸张哦，收尾耶，全部吃完，超扯的。你要把那个，如果把那个吃完就很屌。你真的连这个都吃掉，我就觉得你真的一个屌字了。说真的，你说屌，其实我也觉得还好，所以不吃。哎哦，他真没种吃，因为你也是这样子而已哦。你以为你像这样我，我就这么少？你那你现在有多黑吗？你现在真的很黑吗？真的很黑。为什么会变这么黑啊？我好像渗到你皮肤里。我连黑人系，你那细胞里面都改超变成黑的。细胞就坏死了，洗回洗不掉。对啊，你色素已经沉淀了。印堂超发黑的，你说哪里超发黑？印堂，那他笑什么？为什么要笑？被你点真的好难吃哦、欸！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这我不喜欢。这有多好吃？我觉得这个真的还好哎、欸。我也觉得 pew pew 哎 ，pew pew， 哇，有点饱。不会不会，你不会饱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他的那个法令纹旁边两侧有点红啊。他会打细掉之后脸是红色的，因为他整个皮肤真的已经烂了。你会理解吗？没有，他说他是可以反映出他个人的身体状况。那你就是，那你这边应该是肾不好。对啊。你就面相的关系。对啊。长期。来哥。再学一次。哦。快没了。你这边胡子没洗到。哪里？这里有。对。你的脸真的好大哦，整个大面积。闭嘴！非常牛逼。没有为什么，好玩，好玩，全民手。OK， 你侧面他下巴都还没洗到，我靠，没洗干净，拿那个啦，拿那个给你，那个擦一下就好了啦，用湿巾擦一下，毛巾，对，你不要动，睡睡，我看看你现在脸长得怎么样。帅吗？帅吗？还是很丑？我刚刚闭嘴。我刚刚黑是比较帅，有个性。你说黑色的时候吗？对。他也不是真的黑。你们两个这样子，跟他说你们不是情侣，真的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了你。哎呦，弄到。哎，头皮。废话，他帮我弄的，他当然啪帮我擦，不然怎么办？前面是又不是我，像情侣超像的耶。太恶了吧？前面要在照顾弱智弟弟吗？你看，变成眼睛像有爱心，完全没有，只是贴睫毛而已。小巴还有得等。姐，不要用手抓啦。肉，带他来吃肉。你就刚刚那个啊，那 OK 那个口秀，我们不会笑。就是你们是什么时候？你看哪里不会笑？不要闹了啦，我剩两格电了啦。不要闹，你很正常讲话，拜托，求求你，对。好。开始了哦，那就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呢？